从旧达莱部落下来之后，我们就到琉璃珠的故乡三地门去拜访施秀菊老师。施老师就是把琉璃珠从排湾族的手工饰品变成全国性工艺品牌的推手啊。不过我倒是很好奇一件事，为什么他会捐一个冰箱给旧达莱部落，让他们可以储存喂食老鹰的鱼内脏呢？冰箱做什么你知道吗？对啊，冰箱我们都说原住民的冰箱在山上，对不对？对啊对啊。可是因为呢，为了要让老鹰回家，他们需要新鲜的食物，就是到东港的鱼市场去收购这些鱼腹、鱼肚子来喂他们吃。那所以你才会提到喂食台，就当时就也觉得说是啊，老鹰它有文化性，也是在台湾南北，在南部老鹰就是它达莱就是老鹰的家的故乡嘛，所以我就对我就冲着那份感动，觉得买冰箱应该还不至于为难我们，所以我就买了冰箱来帮他们做这个收集鱼腹，然后喂食他们。大的冰箱，所以就约对对，那个喂老鹰的地方，喂食台。然后刚才去的时候啊，没有老鹰嘛，然后我就随便然后那边跳舞啊什么，结果哇，老鹰就满天呢，满天的老鹰，真的，然后就在上空这么飞翔，然后突然觉得哇，好有灵性的感觉。对啊，然后想说啊，他们是不是把我当你们喂过去没有？你们喂过去的肉啊？他们一定，我那时候开玩笑，我想说他们一定心里想，哦，没有吃过布农族的肉哦。哦，冰箱是用来冷藏老鹰的食物。原来老鹰的食物啊，来自于海边的东港。先不管保育老鹰的方式得当与否，对旧达莱部落而言，老鹰是他们部落最忠实的守护者。无论如何，他们都要誓死保护老鹰。对排湾族而言，老鹰更是不能消失啊，因为它是排湾族文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哦。